火光中感受到你们的温度，火光中感受到你们的气息。这是来自于云南各族群众对台湾南投县清境火把节的问候祝福语。以弘扬民族文化、点燃亲情火把为主题的云台两地欢度火把节线上交流活动，10月29日在台湾南投县仁爱乡清境社区举行。来自台湾南投县及清境社区、乡邻部落原住民等500余人参加了火把节交流活动。交流活动旨在弘扬和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两岸同胞亲情友谊，扩大和深化云台两地少数民族在传统节日文化方面的交流交往，增强云台两地民族文化融合发展。交流活动前，特别播放了云南省委台办制作的云南各地群众欢度火把节盛况、对清境火把节节日祝福问候专题视频和山海永相连云台一家亲专题片。活动表演除了经典的火把祝福仪式外，还包括云南打跳、云南民族歌舞以及当地仁爱乡原住民歌舞表演。篝火晚会上，当地云南老乡穿上云南彝族传统手工马甲，背上云南彝族特色斜挎包，欢快地跳起云南彝族火把节的猪脚舞。他们载歌载舞，释放情怀，完全沉浸在云南家乡火把节的盛宴里。活动展示了清境火把节与云南火把节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真情友情的民族情怀，已经成为云台两地同胞交流交往、沟通联络、抒发情怀的重要桥梁，也是清境社区极具代表性的特色文化、南投县独一无二的文化旅游节庆活动。清境火把节交流活动中，云台两地进行了现场视频连线，在线上互动交流，一个个熟悉的面孔，一个个熟悉的声音，倍感亲切，相互问候，祝贺火把节的快乐。